怎么才能感动到你的爸爸和妈妈呢？我教你，自己买的快递箱子请不要再扔了，有大用哦。把它剪成正方形，用笔画出叶子的形态，考验你的手工能力。到了把你画的叶子剪掉不要的部分，再用双面胶贴好。我们在上面画出背景，用紫色、橙色、黄色平刷过渡出来，颜色不够可以重复加深哦。中间加些白色跟黄色提亮一下，土黄色加些纹理云的形态，用玫红色再用白色提亮，非常简单。下面直接用黑色加出地面，画出小草，要用勾线笔画哦。左边加棵大树叶子，用点点方式点出来，大小要有变化就可以。再画出小凳子，旁边画出漂亮的妈妈跟可爱的自己，帅气的爸爸。我们反过来写出一些想跟妈妈爸爸说的心里话，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呢？这个礼物相信他们会喜欢哦。